舞开场，女团 GOF 炒热现场气氛。接着艺人严佑廷、饶舌新秀李杰明轮番演唱，让现场两万名观众嗨到最高点。要抓住暑假的尾巴，这是台中的水上乐园业者举办的夏日演唱会，邀请来了艺人、乐团、男团、女团轮番演唱。有些粉丝是从一早就在现场排队，为的就是能够和偶像能近距离接触。时间越晚越热闹，尤其当压轴的原子少年团陆续登场，现场的气氛越来越嗨。乐园业者统计，光是举办演唱会的这一天就涌入了60000人，超乎预期，甚至连售票口都一度被瘫痪。我是新闻联张春峰 SNG 台中报道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